《甄嬛传四阿哥》试探甄嬛的想法，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？《甄嬛传四阿哥》试探甄嬛的想法，还记得他说了什么吗？说起《甄嬛传》这部电视剧，相信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，不仅有非常精彩的看点，而且教会了我们一些东西，比如生存之道和晋升之路等，这对我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。为了生存，大家都是各显神通，最终甄嬛独霸后宫，四阿哥也是成功登上皇位。在登基之前，四阿哥就被甄嬛抚养了，甄嬛也是帮助他当上皇帝，但毕竟他也是有自己的儿子六阿哥，所以他也是担心甄嬛是不是真心帮助他的，于是就开始了第一次试探。